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就我们创业群来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台南的嘉里。那这一边呢，这一间我们是也是无意间发现的，然后一进来非常的舒服哦，因为有后面有两台的大冷气都开好开满，所以进来哦，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。那既然这一间也没来过，就来这场玩一下吧。来吧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一台感觉蛮好玩的，因为它写最新科技跳国链行进哦，所以它是可以跳开这样子骑。它以这样的说明应该是啊，重磅出货。我们就试试看吧，左右，哇，超重，这个东西超重，雷宝990，你来看这边99就闪着99，但是这一台的保价是1990，所以我们也是有可能会打到1990，但是这一台是真的。很有可能会卡洞，因为它的洞口是偏小，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哦。如果卡洞的话，四台全带走哦，也不错呢。可是要卡洞成功啊？对啊，只是我目前都还没插到它过，因为我也会担心说它横着会不会，其实也不太符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重量应该是很重。对呀、啊，偏难插，但是我先左右这个，插到，哦，插到可以。啊，全部都站起来啦。对啊，不一定我们不会保啊。哇塞！不来。哼，这个要打到出来，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因为我也在想，除非这一个要不要带过去，那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拉平的话，吃它一个宽。它超难入手哎。对。哇塞！哇，这一台我也很想玩玩看哎，他说可以跳高链这样子，哦，厉害了！哇塞！我也很好奇，不一定它是真的本身就非常非常重，这样子过去。这个是，来起来。怎么啦？啊，这是怎么办？然后前面有点阻碍到我的出货点，但是我们高个宽，它应该是起来。推推看。这样不行，保夹。我们那时候打到大概1500的时候，然后剩下的将近快500块，我们直接投保了。然后我们想要拼拼看，有没有机会他抬过去那一刻把这个往前撞，然后他倒掉卡在这里。我们这样子如果保一做一，这样子卡个两台也好。但是就听天由命，来哦。但是也要先插得到。因为它真的东西太大盒了啊，真的比较偏难插了。哎呀呀，没劲。哎，差那么一点。他也抓不起来，就其他也很难抓。哦，对啊。哼。哎、欸，路。路变这样啊？要跟老板说一下，路不了、不行，夹前面完全过不去。来吧，我们来玩下一台。刚刚那一台保夹完全保不起来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先让他在那边冷爪试试看，因为我们刚刚好不容易。插了20分钟，好不容易露爪了一次，起来到一半松掉，所以应该是热爪了。先玩其他的吧。哎，哎呀，这太慢了吧！最后那一拍如果是往外的话，应该就还好。哎呦，外是可以啊，再捏多一点，好像不能捏太少，捏多一点可以往外那一拍。这样子，哎、欸，
哇，卡到他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有点小卡到，但至少出货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。刚刚那个宝夹在那边，真的是非常的无奈啦，东西太大，那个东西真的太大了，那个爪子真的不行。嘿，嘿，嘿，哎呀！哇，进去了，拜拜。嗯、最后那一拍不行。嘿，嘿。这一只是有力的，爪子是有力，但是。对，很怕它被困起啊。不然练拳他牌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出一个就好，再去玩一下下一台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一台，这一台它是写正版的哦，有雷标的最后一档断货咯。哎哦，也是这么慢。我们想说它应该快一点，我可以推它，就完全不行推。对，吸的力道也比较尴尬。后旁它是可以倒爪顶一下，没顶到。好，全部都飞去前面，然后这个也下来，很好，全部补起来。对，补一下位。哇，正门这一个拉它一下起来，怎样？全部的机台同时唱歌，这个不吵吗？而且每个都唱的都不一样，有点吵。对啊，它唯一的优点，它的力道，嗯，力道是强的。但是这个甩幅太小了，这个即便捏得薄起来，那个扭力怕不够。哇塞，没得呢！我、哦、这个甩幅有带到，可它吸不起来啊！吸不起来，要爆炸喽！对啊，只要摇，打摇摇摇就摇杆拔起来。嗯，无限丢啊！对啊，而且加上这个东西本来就四四方方，难度偏高啦。起来啊！哇塞，你好好歹往前抖一下吧。后行，这个时候来个二楼，但东西有点远了。不知道怎么玩。你完全，我也是无解。你看，你看，带不起来，因为你甩幅基本上带不起来，你的条件给再多都一样。这娃娃机最主要的就是甩幅啦。保一做一，那你吃饱饱啊？嗯，今天吃饱饱，明天不会饱，又来了。哎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保一捉二，来了，保夹。要抓少一点。要抓少一点。来，啊中啊。啊。只推了一个啦。还行啦，我们保一捉，算捉二啦，至少那一个我们没有花到钱。这一个呢？多段让我推点一下，哇塞！哎，没过。有比较好吗？他甩不又甩不起来。哎，算了吧。来啦，好，算了，
哇，今天真的无奈了好几台，让我们再去试试看其他的吧，来试试看台信如何。有啦，比那台好甩一点点，但是下爪比那一台还要再更慢了。对，再比慢的。对，有了，出了。还好没有安慰。哦，好吧，这个下爪真的是慢，但是可以吸。然后机台又同时在唱歌，他们频率还一样呢，哇塞，厉害了！同时唱歌，吸，哇，这台爆吸啦！但这个高度啊，提早拍掉看看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也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出。可以啦，你看这一台就 OK 了吧？你看这台 OK 了，有啦。我跟你讲，去到一间娃娃机店都是这样子，一定会有非常难度极高的、难度高的，但是你总会寻到一些难度是真的会比较偏简单的娃娃机机台啦。真的是，我只能说互相互补吧。来。这台就是完全爆吸的，但这角度比较没办法吸。左右看看，顶到吸，还行还行。这个这台我们把它出个四个吧，爬过去啊，有啦，这台终于有出货感了，但是前面那两个。那两个阿杂的感觉好像有点难盖掉，没办法消除。对，重点前面那个还夹不出来。对，现在还在机台，等一下我们最后还要去试一下。吸，哦，这一台就不错了吧？我们连续出了四个的样子，那我们再玩一下下一台，来吧，我们再回来试这一台。真的啊，你爪子下去跟商品的距离，你就可能差不多要带滑进去才吃得到，受不了呢。对啊。好，我们这一台刚刚又试了大约20分钟，所以保夹之后试了20分，然后后面我们去打其他的，回来再试了20分，还是夹不出来。那我们就先去玩一下下一台神奇宝贝球，超大颗篮球。嗯，哪里？你听到这种音乐就对了，让人家觉得很刺激的感觉吗？来，我先甩一下这一个，看会不会下放。哦，这甩幅就还不错。我一放，好，有哎，三拍不行。大概要打个2.78拍，这样子。哎，捏太少。哇塞！后面没东西呀，这个角度很尴尬。对呀。哇哇。有了，克，不够近，哇，后面是不是每一个东西真的是？我先拉一下这个，它这个角度也有甩幅，克，哇，这台放杆放杆。
怎么啦？钱包坏掉？哎呀，再认一点。对啊，连续好几次都差点出货。出一个，哇，是再贴一个过去啊？坏掉。正常来讲是捏宝托才对啊，来来来，再挤挤挤死你，这样有了吧，这样再没有，这个我再过去，我就不信他从挡板已经蹬了不知道三四次了，外丢，拖，哇塞！你看，来保夹，他保夹是800，啊，我打之前大概里面大概200-300，所以我大概也打了400。果然，你今天都保夹。对，第三宝，打到，台，台什么台？哎，他不是会把它拱过去吗？这台应该是可以打的啊。很奇怪，只是真的是很奇怪，有了吧？无眼的一天。坏掉，哎，没有啊，你已经很多次了。我今天真的是，哦，来来，这一颗，这一颗，往前撞一下，你不要打到他哦，他的爪子。应该不会啦，来往前冲一下，卡洞青苔啊，过电源了，那我们就出第二颗。哇，这一颗真的是无眼，你看我们这一台，真的这一台在玩的过程，其实它是好玩的，它甩浮有，爪力有，但是极致宝呢，欸，有时候不起来，有时候起来，但是不会拖，这一下也是真的是硬补把它补出来的。那我们就出第二颗吧，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来吧，我们后面来试隔壁台，二楼，还是吸一下拨一下，你看，我以为它卡洞哎！你看今天奇不奇怪？今天完全都没有遇过的东西，这个下去，要卡要卡，然后那个宝宝宝宝宝宝宝，无止境的宝。对啊，但是其实是还好，只是就真的今天感觉特别的奇怪。你看，光那个篮球那一台的台性，我觉得就可以玩啊。结果就竟然弄了一个宝夹，宝夹之后啊，刚刚第二颗也是打了300-400，而且是已经在枪位上了哦，还打300-400哦。来这个，就它了吧。嗯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样。哇，
时候一样啊。哇塞，我今天真的是哇塞，史上最哇塞的一天，真的史上最哇塞的一天。哎，来，有没有很少？都在摸上了。有了，好吧，最后就是一个出货感做结束。那我们最后就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夹完了，今天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其实还行吧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样的东西还没有拿到，那个要等到下一次大概一个礼拜后吧。我有跟厂主说一个礼拜后我可能还会再来台南，到时候再放机台上或者是放哪里，我再去取就好了。今天我们虽然说吃蛮多饱的，你看那个 Odobai 吃了一个饱，宝可梦的那个公仔吃了一个饱，然后篮球也吃了一个饱。我们有上网查了那些商品的价格，你看像那个一台那个跳口链 Odobai， 网络上一查那一台竟然要破千，好像是查到1150左右的样子，而且还有都有售出哦，比如说它并不是说它只有一个价格然后没售出，所以那个价格就不是那样子，但是它是有售出，而且售出的量还蛮多的，1150，然后我们减保才减1000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本身不亏，只是那前面980不是我们打的，然后后面呢打那个宝可梦公仔，宝可梦公仔我们也上网查了价格，它大约落在300左右，然后我们打之前里面那个雷宝也是大概300多，然后我打到宝，然后宝一做一，然后这样子做了两个出来，其实也好像也还好，做一个吧，做一个了，做一个，我的做两个是宝夹加那个出来，这是两个，不一样。预约，反正就两个嘛，两个，基本上你，也算不太亏，亏一点点还好。所以今天虽然说保夹，但是实际上，并不会亏非常的多，反而是那个篮球，我真的被篮球真的稍微有点搞到。那个篮球真的是，应该是说今天整体真的很奇怪。那个篮球那一台，它的弹性我觉得很好玩哦，好玩的哦。但是就是那个你在最薄处啪起不来，你薄了再多一点点不会脱。然后全包有时候外丢，他打挡板，我在挡板上起码飞来飞去飞了7-8次有，就差一点点出，所以今天就是这么的奇怪，都包，然后差一点就一直要给你不给你，好了，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这个抽奖要抽什么呢？这颗篮球我觉得蛮好看的，那我们这个抽奖就抽这一颗，今天宝夹的7号篮球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颗的创办者配偶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我的朋友，那我们期见，拜拜。